DFCEB 组，然后我们主要的问题是解决过期食品，然后之后我们想出了一个东西来可以解决过期食品，然后这个，然后之后我们的设计理念是，我们只要有后面有一个可以扫描条码的东西，它会自动扫描过期食品，然后之后如果商品有过期的话，履带就会把它送到后面的下架区，然后之后如果商品快要过期的话，我们就用履带，然后之后把它送到最前面的，让顾客可以拿到还快要过期的东西，然后之后减轻快要过期食品东西的存量。嗯，很好。然后之后这个是我们组员王玉安做的模型。好，来请玉安王解释一下构造。就是这个是商品，如果顾客拿到这商品，他不会马上去补货，然后呢，要等柜台去刷他的条码的时候，这个机会器会感应到，然后呢，这个才会，这边会有一个机器，然后给他补货，再用履带。往前，往我这个方向。转到前面去，让顾客可以拿到。是。那还有什么特殊构造？如果他过期的话，那这边就会停，它会往后走，走到这里的。哦，下下去。下下去。哦，这样顾客就不会去买到过期的东西。商家或者是负责回收物流的，把它回收掉。好，这是一个很特别的商那个货架的设计哈，它的理念完全在于呢，帮商家解决这个过期食品容易被不小心被顾客买到的这个问题。好，这个设计非常的棒。我们谢谢他们两位。